你都躲了，上墙了？我那不知道，这生意挺难做，难挣的很。 俺家孙师傅多大？俺家啊，20多块钱活，全部泡汤了，是不是？光这个费，这个一分钱都不趁啊！我跟你说，哎，都是爹，一次，俺这主要上面的管道漏了。如果不是那个啥的话，世贸保护的还算不错了。估计最少的损失20万块钱，最低了。啊。 那你我想着那个政府会有一个交代吧，哈，对不对？会想把我那损失降到最低吧，是不是？你们有没有保险？保险不知道呀，这因为是咱世贸是统一弄的，不知道世贸有保险没？有没有保险啊你？没有，都没保险。再没叫俺了，你想想，都在大灾里面了，再就恢复吧，以后可能要有的解决方案。